阿弥陀经要解，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请放掌。我们接着上一回讲到的正中分第三科正是行者执持名号以力行。弥陀经是以信愿持名为修行之宗，那么信愿，这是前两科，第三科就是专门讲持名这个行。那本经所讲的行，非常的简要在经文中就说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这就是讲到怎么修行。那么要能做到一日即至七日一心不乱的来念，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的，善根就是发菩提心，也就是身心切愿求生净土。在净土中就是以身心切愿作为菩提心，这是菩提心的落实。大乘八大众都是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不叫大乘。发菩提心是什么心呢？就是简单的讲，愿做佛心。这就是大乘。那愿做佛心在净中落实就是信愿求生净土。因为生净土就必定做佛。在弥陀48愿之中，第12愿定成正觉愿，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必定得成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求生净土的心就是愿做佛心。那愿做佛呢，也要求生净土，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所以菩提心跟净土往生净土的心是一不是二，这就是善根。
菩提正道，然后还要有种种的福德因缘，以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种种助道之法，作为这个念佛的助行。这种助行如果缺了，正行也很难成立。正行就是这里讲的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所以我们想求念佛三昧，怎么才能得到呢？就是你自己检查一下，会不会缺善根，或者是缺福德。缺善根就是你菩提心没有发，或者发的不够，发的不真。你求生净土的心不切，或者连信都有问题，有水分，水分就是疑，骨子里头对于极乐世界真有吗？还是打个问号，或者信了，但是对于往生净土这个愿呢，不是真实。因为你对于娑婆世界还有留恋，对于你的身有贪念，他哪里不舒服了，非常紧张，一定要让他舒舒服服、自自在在，我才能够修行。在实际上呢，不叫修行了，是修你对身的执着而已啊。这些都是贪呐、对于往生净土的愿还是不够切，要将这个身心世界彻底的放下。藕益大师讲的，梦幻生命，尽情攀得抛得，要能够抛弃。知道那是梦幻，那是假的。在这样的真实的关照中，升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这就是你的善根了。这个你的一心不乱，才有指望啊。那福德呢，就是你的住行啊，就是你要有德啊。德跟福是相关联的。你的福不够，就是因为德不够。那这个德是什么呢？五大科目都是教你修德。三福，你要孝养父母，你这孝心够不够？出家了，舍亲割爱啊，那我们怎么行孝呢？那就要认真修行，以真实的修行功德回向父母，这是你的孝心。
你还自欺，啊，还放逸，那就不叫孝啊，那就不孝世间的孝道是能够在膝下奉养啊，养父母之身、之心、之志，你做不到了。那你在出世间法上又不是精进修行，那出世法中也是不孝，双重的不孝，是地狱人了。你有没有尊师呢？奉事师长，怎么奉事啊？不是说每天给师长做好吃的，啊。这个弟子有事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啊，这就是奉事师长，那也不叫真正的奉事啊，要依教奉行，那三福一一对照啊，自己能做到多少？你的福德就知道那六度也是福德啊，布施啊，布施度千贪，你对事出世间法还有千贪吝啬，不肯布施，那就是没有福德啊。福德少啊！持戒是福德啊，持戒比布施的福德更殊胜啊！布施如果是着相布施，福德少。你有能施的我，所施的人，有个对象。中间还有所施之物，三轮不空啊。着相修行，心量只限定在你所布施的对象之中。纵然你布施的是全球苦难众生，也就是一个地球的众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忧天下算很伟大了，但是你的对象只是一个天下，福德还是不大了。那如果你持戒的话，受戒之时是缘念十方世界十法界一切有情无情众生。广大的境界，感发界体。只要你护戒，不毁戒，不破戒体，那你的福德就会进法界、虚空界增长。所以，超过布施太多了。经上讲的，以四世供养啊，布施四天下的众生，至于尽于百年，不如有人一日一夜持戒功德。五戒功德尚且如此的，何况八关斋戒呢？何况沙弥十戒呢？何况比丘具足戒呢？何况菩萨尘沙戒法呢？那是非常殊胜。所以你不持戒，福德还是不够那布施持戒，还要忍辱忍，就是你能够安住。
悲境界所动摇，这就是安忍。境界包括很多啊，你身体不舒服是个境界，境界是假的，是梦幻。你要能看破这一点，就能忍了，咬着牙忍下去。在这一个地方，3年、5年、8年、10年，都能够安住，这也是修忍呐。一般人心浮气躁啊，在一个地方待不长，到任何地方他住不久的，这是因为他的心不能忍，不忍你怎么能够精进呢？没有精进，你怎么能得禅定？一心不乱，那就是相当于得禅定了。念佛三昧就是禅定。所以这些都是主行啊。对于这个境界忍不了，你的功夫就上不去。一般来讲，忍包括自然环境，包括人事环境，还有包括自己修行上的苦。自然环境，春夏秋冬，寒热这种煎熬北方冬天是酷寒，南方呢夏天是酷暑，春天呢潮湿，湿气重啊，人的精神也提不起来了，更严重的，皮肤都会长疙瘩，难受啊。当然自己要学着调整，要忍耐，你不忍你就活不下去啊，你怎么修行呢？第二种呢，人事环境，这更难忍呐。你过去生中肯定是有不圆满的业嘛，所以你走到哪里必定有两种人，一种是来给你报恩的，对你特别好，一种是来抱怨的，见面看你就不顺眼，找你麻烦，这两种人是肯定有的，那你就不能挑啊，逆来顺受啊，你得忍啊。在忍耐当中把自己的我执习气磨掉，把那些棱棱角角磨圆，修行就修这个呀。哪里说这样非常的顺畅的心里一点都不难受的这就成佛了，不可能的。那肯定是要忍苦汗劳你在娑婆世界就是这样，你到极乐世界那就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直至成佛都不用忍那些境界苦了那现在不是还没往生吗？就得忍那修行上也是苦第一个持戒，这是苦第一个晚上不准你吃饭了，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苦恼。这是什么呢？你的习气
因为你呀，时间太久了，都是晚上要吃，一下要你不吃，就觉得很苦。啊，就跟呢已经上了毒瘾的人，你想让他戒毒，他会苦的，一样的道理。怎么办呢？咬着牙挺过来。没有说克服不了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戒真的是不能持的话，佛是不会治的。佛能治，就是因为我们众生能持。它能帮助我们修行，啊，又比如说，修行上的苦，每天拜500拜、1000拜，好辛苦啊！啊，都想舒舒服服的、安安乐乐的，啊，那你不能咬着牙干。那就是功夫上不去。像藕益大师讲的，你要求往生，那每日3万佛号，尽行受不间断呐，这个也要吃苦啊！啊，一天两天容易呀，一年两年。咬着牙还行，能够坚持一辈子的这个不懂不简单，这决定能往生，就凭这点意志，这点愿心，一定蒙佛所授。啊，所以修行不能怕苦。要知道。色身不能久住，四大往往不调，病苦会有来的时候。啊，你不是用修行来消业障，那就是用病苦来消业障。你能够用功修行，病苦的业障就会化掉。你呀，最后。就能自在往生。啊，你要是忍不过，那只好受业力给你的痛苦了。反正该吃多少苦都是一定的。你好好修行嘛，还能重罪轻报。那你现前的苦就等于轻报了。你不肯好好的。吃修行的苦，那将来病苦折磨就等着你啊！啊，所以你想消业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拜忏、拜佛、求忏悔。啊，一天500拜、1000拜，这样下来，那个业障就消于无形。过去王龙书居士，啊，宋朝，啊，他也是第一次会集无量寿经的人。他是以1000拜作为日课，啊，一直拜到最后站着往生啊，这是什么呢？功夫练出来的。你想到最后自在，现在就要吃苦。你现在想自在，临终的时候就得吃苦。那时候苦了，真的就是死去活来的苦啊！啊，如生龟脱壳，风刀解体。啊，那死的也很难看，很不好意思啊！啊，我们说修行修了一辈子，到最后啊，死的手忙脚乱，蝴蝶叫鸟。不好意思了，啊，为人耻笑，所以福德很重要啊，啊，
一心不乱。经上虽然说只是7天功夫成就，但是那个后面多少的基础住行啊，这个法门确实是顿法啊，像鲤鱼跃龙门似的，一跃过去那就是龙了。但是你要跃过去之前，你要做多少准备啊？多少的训练？这就是善根福德的培养，没有捷径可走啊！啊，你要贪图走捷径，不要这些基础，善根也无所谓，福德也无所谓。一句佛号，不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吗？没错，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人家念一句佛号，跟你念一句佛号，那个质量是不同的。人家真的是一心不乱的念，因为人家有善根福德，福德多，善根多。这一句佛号真的一心不乱，我们就是念不了一心不乱，啊，就是叫业障重。业障重嘛，就是善根福德少。啊，所以正住双修很重要。啊，平常你做人做得好，啊，福德够。譬如你有啊崇高的品德，精严的持戒，啊。修行认真诚敬啊，那你一日之期日念佛，你一定能一心不乱。你平常没有这个基础啊，纵然给你70天、700天、7年、70年，你都念不到一心不乱。越是着急，那越念不了一心不乱，啊，心就越乱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这里讲到一心不乱，啊，它概括了《观无量寿经》所说的三种心，啊，一。至诚心，二身心，三回向发愿心。这三种心呢，就是菩提心。那么至诚心就是没有虚伪，虚妄，没有这些，唯精诚。一心里头没有那些杂染，那这叫至诚心。这至诚心是修行成败的关键啊！一个人能不能够成就道业，明眼的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怎么看呢？就从这上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至诚？那至诚啊，对人、对己、对一切事、一切物都是至诚，没有虚伪、谄曲啊。如果这个人会打妄语，你就知道他没有诚心。那他就修行打仗。他自欺当然会欺人。自欺欺人的人修行怎么能成就？修行要从真实心中做。连世间的君子圣贤
都懂得，无事不可告人言。司马光一生奉行就是一个诚字，他这种诚比起观经所说的至诚啊，还要差一等啊。这个至啊，就是到了顶点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用这种至诚心念佛，才能念到一心不乱啊！不是说你想得一心不乱啊，拼命的想得一心不乱，那也得不到。那种特别的渴望狂想，反而不成。为什么？急功近利。世间人急功近利的得到名闻利养，我们现在急功近利的得到一心不乱，用的心是一样的心，只是所求的换了个对象而已。很多人就是不懂观心啊，没有淘汰那世俗的妄心啊，还是带着世间的妄心来求佛法，结果是背道而驰。所以修了几十年没有成就。成就从他那里看呢，戒定慧。戒不清净，心不定，没有智慧。原因是什么？用错了心啊！所以佛法跟世间法不同，就在于用心。那这个精诚，就是不杂有一切妄念。对于凡夫来讲，很难呐。那难可以次第的来学啊，怎么学法？先扎根啊，还是得从基础学起。老和尚要求我们的，先扎三个根，《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这三个呢还不是戒律，但是是戒律的基础。啊，没有这个三个根呢，你持戒都持不了，只是表面持，心是不能相应的。因为持戒持的有效果，心就寂静调柔啊。那你没有这三个根做基础，持到学是学了很多啊，纵然戒相都懂，律藏都通达，但是在持戒上，你得不到寂静调柔。心里还是很多的妄想，个性还是非常的严重，就不调柔，我行我素啊，自私自利的心很重，不能随顺他人啊，必定要他人随顺自己啊。所以这就是不懂持戒。或者是什么呢？持戒呢有傲慢心。向别人显示自己是个持戒人。别人都不持戒，都侮辱我。我是持戒的。这个慢心
随着你学解在增长了。不能够沉潜，不能够把自己空掉。那这个不相应。所以，至诚，要是拿不出来，那怎么样？不妨可以先用《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这三本的功过格来做自我反省。那拿出个一年时间。好好的，踏踏实实的，用这个三个根来反省改过。深挖自己的习气毛病，有过失不复藏，敢于发怒，对人忏悔。慢慢的，你的心就诚了。不复藏罪过，这心就会光明，就开始诚了。诚到一定程度，那就相应了。你念佛就容易一些。那有罪呀，不肯忏。无论你是什么心，可能是复藏，不想、不敢去跟人讲，或者是懒惰、懈怠的心，懒得去忏，这些都是放逸，这些慢慢的自己心就不诚，你对戒法不尊重，就是对自己就不尊重。对你自己的戒体不尊重，那就是个自欺呀，那叫自恕，自己宽恕自己呀，那第二种心是身心，身心是具足善法这样的心，好善好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真实的发起这样的心，自己有一个毛病不能改，那心觉得不安；有一条善没有修，心里也觉得不安。有一个众生不能度，自己心里也不安。这就是身心具足了善法。这个心纯善的，前面至诚心是纯净，纯净纯善的心，来念阿弥陀佛。那这就是，这个能够达到一心。而这个身心呢，深到什么地步呢？深到我们的真如本性。要这个希望能够证得自性。那第三呢？回向发愿心，这是身心呢在进步。回向有三条：第一，回向真如，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也叫回向实际。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
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回归自信，不是为别的。我们的自信纯净纯善，现在我们不清净、不善，就跟自信不相应。要把它修复。第二是回向佛道。那我们一心念佛，这个念要跟佛相应，这就回向佛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第一个回向真如，就是想做佛，做佛就是回归真心，真如本性。那我们能够有念念做佛的心，就是念念在回向。第三，回向众生。众生也是我们真如自性中的众生。那现在我们眼里见到有众生，就说明我们修得不圆满。那众生没有成佛，所以我们念念回向自性中的众生都能得度成佛。因为众生跟自己一体，就是一个真如本性。成佛呢，就是自他同成佛道。假若有一个众生没成佛，那我就没有成佛。为什么？因为你修得还不圆满。虽然你自己断了烦恼，众生烦恼没断，你心能安吗？你说我心安了，那是无明。阿罗汉也有无明啊。见死不救，这不就是无明吗？所以佛呵斥小乘阿罗汉骄牙败种啊。众生你都不度，你们还乐在涅槃之中，那是对他们呵斥。所以你见到众生没有度，心能不安，这就是大悲心。那不安怎么样啊？那叫度啊。那我现在还没能度他，就说明我是不安，这种不安就是烦恼。尘沙烦恼那还有无明烦恼那自己怎么能叫成佛呢？成佛是见思尘沙无明烦恼断尽了才是成佛。那有一众生没度，尘沙无明未尽，那佛道就未成。所以这是回向三种回向一而三，三而一。回向真如，回归到真如自性了，就是自他同成正觉。这叫做回向法缘心。动众生度尽，自己圆成佛道。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同归真如，这是回向法缘心。那我们念佛带着这个心来念了，这三心呢缺一不可，至诚心、身心、回向法缘心缺一不可。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就马明菩萨造的，就谈到了
另外的三心，啊，直心，啊，身心，大悲心，跟观经所说的三心，啊，名义实同，啊，在名上名相上虽然有点差异，实际上一样。啊，这个直心就是正念真如。啊，这样的心，正念真如就是至诚心。啊，里头不夹杂着妄念。啊，那真如可不容易念。啊，真如是什么样的？那你说不出来，那找不出来。啊，所以真如无相。可是真如也无不相，哪个不是真如呢？随念一物都是真如。啊，你能够念这个无相无不相的真如实相，这就正念真如。一心之中，啊，同时能念无相无不相，啊，这就是实相。啊，凡夫很难做到，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念出一句佛号给你，你就直心正念阿弥陀佛就行了。这一句名号啊，就是真如了。啊，你哪一法不是真如啊？啊，一句名号当然也是啊。啊，那为什么不念他法，只念弥陀呢？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有愿力加持。你念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念别的不一定能得到。啊，所以念这个是靠他力。而他力呢，还是不离真如。还是我们的自信。啊，自利他利，同时真如自信。所以不妨只念一句阿弥陀佛。啊，那念的时候怎么念法？一心的念。这叫直心正念真如。不要夹杂妄想。啊，你刚想，哎，有个阿弥陀佛给我所念，这就已经第二心起来了。啊，所以不落有念。禅宗里面是提醒我们，有佛处不得住。啊，好好念，念佛，有佛处不得住，不能住着在那里。啊，那好，那是佛没有，啊，非没有我也不念了，那不行，还得念，不落无念。啊，无佛处即走过，啊，既不念有，既不落有啊，也不落无。啊，那一有一无呢？啊，也不落。非有非无也不落，这叫离四句。啊，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一有一无是一句，非有非无是一句，四句都不落。换句话说，你根本没那个妄想，就这么念。啊，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念的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就行了。有跟无都不着，这就归于中道，这就是直心正念真如。所以念佛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这个是最能够帮助你
啊，念真如。你会念的时候，那你呀，做任何事，啊，修任何的法，都会了。啊，譬如持戒，啊，你也不能落有持，啊，我在持戒，这三轮不空啊，啊，有能持的我所持的戒，中间还有这些戒法，这是对初学来讲要这么持，啊，持的精熟。这戒跟你是打成一片的，不用去啊刻意吃，它就吃好了。我们讲习惯成自然了，这个持戒大概至少得10年20年。我们现在看到清宫和尚就是这样，他还要不要去思维我要这样持戒呀？啊，不用，它自动的。啊，该吃饭自然答疑吃不，他不用再去想要不要答疑吃不，啊，如果不答疑吃不，犯什么戒，怎么忏，这些都不想的。我们还得想一想，啊，然后按对的来做。他是养成习惯，不落有念。但更不会落无念，我不持了，啊，一也不打了，我也不用了，不是，啊，还是用，用而无用，没有用的心，就是自然的，就是这样，自然的生活，佛也是这样自然的过日子的，那我们也这么学，学得很自然，佛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没有杂念的，啊。持到精熟，就持而不持，不持而持，全归中道。持戒也能让你入中道，这个是要持到熟。啊，不熟你呀，那还早着呢。那持名也是这样，你持名不熟。啊，像有人就说，这个我怎么念佛啊？总觉得这个1万佛号很难念，啊，念得很辛苦。这是因为你不熟，啊，你没下过死功夫念，所以你不熟啊。啊，你这个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都合不起来。功夫没到啊，这一听说一天要念10万佛号，不可能啊，觉得太难了。一开始我也觉得太难了，为什么呢？一天能念2000佛号就不错了，还念个10万佛号啊，都是不可能，就是因为你不熟。念熟了，10万那太容易了。20万都没问题啊，你念熟了，打成一片。念熟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持所持的问题了，啊，持还是持，但是没有一个能持所持的念头，不落有持的念，也不落无持的念，有无都不着，就归于中道。那就是直心正念真如，这就入一心不乱啊。所以一心不乱不是一个什么东西你去得到，而是自然而然感得的啊，感发起来的。嗯，你念得很熟的时候，它自然就出现了。出现了，你好像没感觉啊。如果你有感觉，哎，我现在怎么好像没有妄念了？行，这就是妄念，你就没有一心不乱。
你只有什么一句佛号，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心里一个妄念不生，但是佛号是清清楚楚、历历分明。这就是要下功夫，不经一番寒彻骨啊，焉得梅花扑鼻香？你要想得到这个境界，那你得拿出这个足够的时间、干劲去干但也不能够用那种猛劲发狠的来念也不行。你发狠，只是把身体搞坏了，而得不到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就是这样的，又不懈怠，但是又不是发狠，中道的、老实的、自然的，做纯熟了，熟能生巧，熟到。最后，不念而念，念而不念，这一心不乱就得到了。那么第二种身心，跟观经讲的身心一样，就是好要修诸善法，六度齐修，万行具足啊。那么在《那心经》云呢，诸善之中独有一心最为第一。依其心者，诸善随之。所以，大学这个儒家四书大学里讲的，至于至善，至善就是最大的善。最殊胜的善，善到极处，是什么呢？就是一心。达到了一心，这是最为第一，诸善随之，所有善法自然流出来的。这个一心，就是性德，与自性相应。所以你不用起心修善，自信中本有的善法就自然流出来的。自信本来就是纯善，是因为你现在有妄心，而且妄心当中又是善少恶多，所以你遭罪呀。你能够把心回归到一，这就能够与自性相应，那就得到万善，万善就是无量的善。禅宗也有一句话讲：“十得一呀，万事毕。”你能一起心。把这心专一起来，一心不乱，那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了，本来面目就能恢复。那我们呢，就用念佛法，念佛佛号本身是纯善，它就是自性名号。我们就以这个自性名号作为我们所缘念的境界，细念不乱，专注一心持名持到纯熟的时候，就一起行就像法藏菩萨当年在世间自在王如来所祈求
佛为他宣说如何建立极乐世界。世间自在王如来给他示现十方诸佛国土。那法藏菩萨便依其心选择所有。他就把心转移，一切妄想不生。这个妄想不生不是说没有想头，没有念头，不是。没有念头，什么念都没有，那就像石头一样。如木石无心，那个就是外道了。你修成功了，将来能够升到外道天，叫无想定。无想天，那个不是成就。所以一心不是没有念头，是一心专注在这个纯善的诸佛的境界中。法藏菩萨是把这个心专一在十方诸佛国土的一正庄严上，这就是念诸佛。那这样一起心选择所欲，在这当中正思维。所以他的这个心中是明白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应该选择，哪些不应该选择。然后选择他所愿的，形成了极乐世界的蓝图。这种修行满足五劫，甚深禅定。那请问他还会有睡觉、吃饭吗？那我们相信他还是有吃饭睡觉的，但是吃饭睡觉不妨碍他这个一心。且不说他当时已经是法身大士的境界了，就说是我们世间人，如果是在一心的想某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到废寝忘餐。废寝忘餐也不是说他就不吃饭不睡觉，是吃饭睡觉了，这个念头也没有放下。就好像孔子学习这个乐器听这个古代圣人所作的乐，三月不知肉味。不知肉味不是说不吃肉，他还会吃肉，吃肉而不知肉味。吃饭而不知道饭味。那睡觉呢？即使是睡着了，他还在思维这个音乐。这叫一起心。孔老夫子能打三个月。那法藏菩萨五劫。那这部经要求呢，你七天就行了。甚至若一日就行了，顿根一日一夜就行，立根可以七日七夜，不要求你那么多。那你要能够这样的专注一心的去思维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思维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功德，这样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着受众界的往生起果。无量寿经讲的跟本经讲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比就这样思维极乐世界
和阿弥陀佛的功德要简单，因为就一句名号。但是这句名号是带动了你所有对于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了解、仰慕、向往，把你这个心带着不断，就像孔老夫子对于圣人的向往，是通过对那个音乐的乐章，他沉浸在这个乐章当中，三月不知肉味。其实他不是在贪着那个音乐的美妙，不是，因为他能够从这个音乐当中去体会圣人的品德。他是以这个乐章作为一个载体，来入对圣人的一种思维，就是念圣人。那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可以做一个乐章，它只有四个音符，阿弥陀佛，四个音，四字四音吧，或者就是一个平铺直叙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音也行。你就通过这种声音去圆念阿弥陀佛极彼国土，圆念极盛，阿弥陀佛是极盛，圆念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而向往，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用阿弥陀佛四个字作为你这样的一种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的载体，心心念念求生净土，这样保持一日一夜，一心不乱，那你就能往生西方。所以这个执持名号不是单纯的对于这个声音的支持，它是有内涵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弥陀经讲的深信切愿，这就是执持名号的内涵。彻悟禅师讲的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执持名号。这执持名号前面是有内容的，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发愿做佛心，以身信发愿求生净土的心来执持名号。所以这句名号就是前面那个心的载体。你能执持这个名号，就是能持住这个心而不乱，这叫一心不乱。那《无量寿经》就讲得更为明显，在《往生正因》第25讲到这个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众皆得往生其国。这里就讲到要思维熟记，不是没有正思维这个思维不是妄想，是依照这个无量寿经，当然也包括阿弥陀经，去如理思维，升起身心切愿，求生净土。熟记，记就是去
计划筹谋。啊，就是你心心念念筹划着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发起这个真实的愿，欲得度脱。这一生就了生死。就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一生成佛。带着这种心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你看这是身心切愿的心。那么这个心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也不断绝。那你可以圆念名号。这个最容易。以名来带动你这个心。名号不断就是心不断。那心不断必定持名不动。这样不断觉者寿终一定能往生。就跟弥陀经讲的一样。如是若一日至若其日一心不乱其人灵明中时阿弥陀佛宇宙圣众现在其前。世人中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这个是一心不乱具足万善万善同归净土。第三大悲心就是愿广度众生愿一切众生皆得成佛的心。就是起心论里的就是观经里讲的回向发愿心。那么我们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念佛三昧成就了教化众生就无有障碍不成就念佛三昧你要教化众生障碍重重可能把自己都耽误了就像大智度论里面举的例子菩萨不成就念佛三昧急着要去度众生就如同拿着我们举个例子说吧拿着一杯热开水去融化一条河的冰啊。你倒下去了它是能融化一部分很少但很快这水又被结成冰了我们度众生就好比是这样没成就念佛三昧就急着进入众生境界去广度众生自己就被众生给融化了是众生度你了不是你度众生了所以我们没有成就念佛三昧就应当先以念佛三昧作为自己的主修本分依照经典正住双修目的就是得到一心不乱最浅的一心不乱至少一日一夜不断绝你晚上能梦到阿弥陀佛你还没有这样的印证那你先不要那么多妄想先要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当然纵然有这样的感应也不能得少为足往生是可以了但力争上游希望能够上上品往生所以持戒修行多修这个自利利他的这种功德使令自己能够将来上品上生所以这一段经文很重要我们讲的篇幅也比较长讲持名
怎么吃？啊，总的来说就是具足啊信愿啊，这个来持名，这是信愿行三资粮。而持名妙行啊，具足了信愿行三资粮，具足了善根福德因缘，也具足闻思修三妙慧。啊，前面都讲过了，闻思修三慧。这是净土真因啊，这个因必定感果，果就是下一段经文讲的临终见佛，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好，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其人，就是承接上面经文所说的，能持名到一心不乱者。包括事持、理持两种持名，无论事持、理持，你能持到一心不乱，就成功。那持名到一心不乱，前面也有讲过，功夫有三等。第一等是事一心不乱，下品，等于功夫成品。福见思烦恼。第二等这个断见思烦恼了，这真正是事一心不乱，那就初三界了，功夫等同于阿罗汉。那第三等最高了，理一心不乱，那就等同于法身大士，破无明正法身。那往生呢，四土不等。除烦恼者，往生凡圣同居土；断见思烦恼者，往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正法身者，往生上二土。常寂光土，还有十宝庄严土。那么其人临命终时，都能感得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这是自利他利感应道交。自利就是自己信愿行的敬业之力，持戒、念佛、正住双修。这就有力量，这是能感之因。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能应之缘。因根缘具足，感应道交，成就了往生不退成佛之果。那么《楞严经》上又说到，就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这是讲自力。那么他力呢？那就是阿弥陀佛发愿，临终皆因缘。在无量寿经汇集本第六品，就是发大誓愿第六那么有临终皆因缘，就是二十条
啊，第二十条就说到，复以善根，这个整条愿包括十九、二十条愿，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于诸菩萨中引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你有发菩提心，不缺善根，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不缺福德，具足善根福德，福以善根回向，以这些善根福德回向，愿生我国，然后一心念我，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落，就是一心念我，昼夜不断。这个念我可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可以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净土都可以但是以名号最为简易。这样一心不乱的念，临命终时，我就是阿弥陀佛与诸圣众诸菩萨众就会迎现其前，接引接引这个人往生西方就做三不退的阿惟越致菩萨，一生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他力那么以自己信愿持名三资粮净业之因与阿弥陀佛临终接引愿之愿力之缘结合成就往生四土这个无上果那么这个四土下面要解就有讲到看你的功夫那功夫高，这个品位就高，四徒皆有三倍九品所以功夫层次可以很多很多，大分是四徒三倍九品那么藕益大师就给我们判得很清楚你通过这个学习呢，就能知道第一你能不能往生，不用问人用这个做调查问卷，自己调查自己能不能往生，是不是具足身心前缘缺不缺善根福德第二个，如果能往生往生哪一土哪一土里头的哪一品，大约都知道功夫骗不了人也不用去问人，只是观察自己的修行就能了之。好，那今天呢时间到了那我们这段就留待明天再跟大家学习明天是我们这个对网络直播最后一天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关门自己这个只对教学点来做直播，来一起学习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沉潜下来跟着大家一起先呢修行有成就再谈呢去这个弘法利生的大业好，谢谢大家。